大家新年好，我叫陈旭威，我叫肖雨瑞，今年是猴年，我祝大家一帆风顺，一鸣惊人，一举成功，一举成名，一整天快快乐乐。喂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一下子说了那么多一字？已经锁不止了，我学了个本领。什么本领？就是我说每一句话里面都会有一。什么都会一？我不信。你不信？那我们来玩说一不二。嗯？什么是说一不二？每人说一句话，里面一定要一，不能说二。只准说一，不准说二。对。那我不说二，我说两，行吗？不行，二和两是不是一样？不只是两，亮亮亮亮，带着声音全不行。要求还是挺严格的。那要是说出二来了呢？我要是说出二来了，我给大家唱个歌。行，那我说出二来，我给大家跳个舞。好了，咱们一言为定，说话算话。现在就开始，你尽管放马过来，我可第一个就说。我第你说完我就说。挺严格的。好了，你听，我是一名学生，我这里有一。有一，那说我是一位老师，我这里也有一。我有一台电脑，我有一台摩托车。我每天爱护我电脑，把它擦一擦。我每天爱护我的摩托车，把它洗一洗。我把我的电脑擦的一什么？把我的电脑洗擦的一干一净。这叫什么话呀？什么？什么是一干一净？那照里面有怎么说？应该是一干净净。这是几啊？这啊，你太丢人了吧，连这几不知道。那按照你说是几？我也不认识。那就往下说吧。我们一定要精简，我们一定要节约。我一天节省一只棒棒糖，我一月节省一双运动鞋。你那双运动鞋几只？一只。啊，加一只。你这人像话吗？说话一块说，你干嘛把那句放成什么？你就放着说吧。这样说吗？快点，行不行？没问题。一粒粒沙可以堆成山，一滴水可以汇成海洋，一块一块砖可以盖成高楼大厦，一棵树可以继成大森林。我们一定要力挺节约。对，把一块钱当成两块钱花。哎，你说出来了，给大家跳舞。我跳什么舞？你输了你就跳。我没输。你输了。我没输。你刚才说了。我刚才说了什么？你刚才说了要把一块钱分成两块花。哦哦，谢谢大家，祝你们新年快乐。